放这边好像这个好，那我就先秀这一个，应该是这一个吧？好，这一个先停起来。好，就是这个好，这个叫 Visual Studio 哈，这个是一个哈编译的环境，就是说编译程式的环境这样 Visual Studio 啊。我现在的话是开启一个网页的专案哈，网页的专案。啊、跑一个这个、啊、叫 HTML 的网页这样子看、啊、我们在这一边、啊、跑起来、啊、跑起来之后按的、啊、那它会呈现这个、啊、可能在这一边的话就呈现一张这个、啊、断层扫描的图、啊、那在这一边的话就可以、啊、这个图就是从医院的仪器里面产生这样子看、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啊网页程式来这边呈现这个图，那也可以做一些调整，像现在的话就是滑鼠移动的话去做这个明暗度的调整，除了明暗度它也可以做放大缩小的调整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这边的一个范例这样子。好，那除了这个范例，刚才讲的第二个范例是这个叫乳房摄影，这个也一样，就是这一支程式它可以一样可以应该也可以做明暗度的调整，在这边拉得不是 很好，在这边的话它可以做一些这一明暗度的调整，那也可以在这边也有一个标记，那这一些资料都是从这个医院的系统，就是医院的仪器里面产生那产生之后的话，我们这门课要学的就是取得这个资料，取得这个资料，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门课要学的就是拿到这些临床的资料之后，我们如何把它好等于说做转换，比如说这个医学影像的这个资料它叫那个带看档，我们要把它转成这个叫 JPG 档、哎、有同学回应很好，我可以看一下OK， 好，不错，可能这样，就是说我要把它转成这个叫 JPG 档。 JPG 档晓得吗？ JPG 档就是我们一般在网页上甚至你们照相机现在的话照完的这个就是手机照相或者说这个数位相机照相产生的一般都会存成这个 JPG 档，它是一种压缩的格式，会比较小，那未来我们会做介绍，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叫 DICOM 档，就是转成这个 JPG 档，类似这样，就是看如何用程式来做这样一个事情这样子看。那转完之后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够让人家可以看得到，就会有一个界面，所以我们这一门课里面，我们希望是用这个网页来呈现，所以就是配合那个 JavaScript 来呈现，呈现这个资料这样子。Okay， 好，那最后的话，假如下面最后这一个是很值得去这个好等于说进行的这样子，就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也是最就很夯的一个研究主题，就是说我的这个医院里面会产生一大堆的像影像，还有刚才讲的基因序列或生理监测的这些资料，那如何进一步的去分析判读，这个是最近最夯，就是一直以来都很夯，这个人工智慧大数据他们要做的一个事情这样子，类似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这门课会主要会探讨到前面这三部分，资料的取得、转换还有呈现。那分析的话，可能比如说这个影像的，比如说人工智慧啊，大分析、大数据的分析的话，它可能要配合不少的课程，比如说大数据的分析，至少要统计学得很好这样、啊、可能在座的同学应该统计都还没有学这样，除非说那个中正的同学这样子，不然的话统计应该都没学，可能就很难，可能要学不少的像统计、微积分这一些数学，那还要晓得一些程式的演算法，所以这个会比较难，资料的分析会比较难。而前面这几个动作，就是我如何从医院里面取得这些资料，如何做转换，还有如何做呈现，这个是等于说
就是说，任何时间想学，好啊，学的，就是你有一些程式技巧之后啊，就可以来做的一个事情，这样子可以好。那医院里面也很需要，哈，很需要把这哈一些哈，就是有一系列的程式，我如何从医院就这一些步骤，哈，如何跟医院的系统，哈，比如说仪器借接，好，取得影像，好，那再来的话，我把这个影像如何转成 JPG 档。啊，再如何等于说哈，在我好设计一个漂亮的界面哈，在网页上呈现这一些哈，就是这个哈来哈来做这件事情，很需要哈这样的哈人来帮忙这样子哈啊嗯也好就好，所以下面有一个议题也是哈，等于说在今天的课希望跟同学分享，那我们如何学这些东西哈，如何做这一些哈。就是哈，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哈，这就是这一门，也是我们这门课的这个哈，等于说要哈带给同学的这好一个吧，好，就是课主要的课程内容哈，就是如何做好啊，如何学，如何做这样子，看好看这个东西这样看。那下一页，好，那我先这个停止录影一下，好，抱歉，我要好这边的话哈。